你不用哈哈，你有什么好哈哈的？本来我们直播间每天1600块现金红包，现在变成800了。为什么变成800了？因为少的不够多，降了一倍。这800给的是谁？给的是你们，不是给我的。全军出击！为了自己的800。不管是1600还是800，又抽不到你。那既然你们有这种觉悟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觉悟还是很高的啊，觉悟。此剑之势，愈战愈烈。算了，我就不去了，好吧。我就不去了。我们推兵线。因为我第一个 Q 用了，我用了兵线一定会往他这边推。如果我刚才走了 ，Q，A 拖平 A， 一接中锋，哎我操，重新打疼的，拖一刀 ，A 一过来再拖。中锋，这重印大虫子打人确实比较疼，那三个E都打出来了。下波兵开始啊，我们就不要推了。开始跟这大虫子打架，我拖点盐 W 溜，一和系，一造信 A 拖，闪现斗，早点交闪好了，交的稍微有点慢了。这是不瑞了。我将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结。关键的赵信没交易，我不是那么很想交。这个故事，我感觉刚才我能双杀。但是最终却变成了只杀了一个人。一口耳裂平 A 平 A， 一口耳裂 A 风墙平 A 平 A 走位，戳一下 A 戳 A 再 A， 我操！哎呦，有点烦。他没有鞋怎么能没撵上呢？一个屁呀，一他给我沉默了，没办法呀。上哪一去？
虽浪迹天涯，却未迷失本心。这沉默有点烦人，我一开始吧我就想到了这大虫子这个沉默会有点膈应人，但我没想到是这么的膈应人。完了他还贼怂，他二杠零不敢跟我零杠二了。AP 大虫子还行吧，我们别着急啊，哎，我们一定别着急。这种情况，这种大虫子拿优势不跟我们打无所谓，我们只要别急就行了。啊，他那些兵，他爱补不补？无药可治的。我搓。我们只要别急，他就是傻的。你越急着杀他这大虫子吧，他越猥琐。早晚能杀他，不要着急。A 冻风 A 接大招平 A 一换一可以接受，先来个皮海，再出个这个繁星的提醒。我突然间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挺厉害，怎么老有人搁那说亏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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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死反正就是亏，是不是？我只要死了那就是亏。我发现你是肾亏，我戳一下，来人了，我再戳，中风接大招 A 一下，戳 A E 闪现，别急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为什么是两个打野？我想问一问。打不溜戳 A 平 A 再 A 戳 A E， 这不应该。哎，那寡妇我都用风墙来挡他了，为什么还是给我魅惑了呀？他的 Q 啊，真的是怪。他不是 E 魅惑的，他是 Q 魅惑的，他正好放 Q， 我放风墙，但我风墙没挡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来，可以了，我马上到。三个人，一上来戳一平 A， 平 A 戳 A， 插眼 A 接中锋 A 接 E， 给大招戳一下。哦，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哥哥，弟弟让你在这儿玩了吗？一口耳链平 A 点烟 A 接 W 接中锋，我一上来接中锋，一过来 A 接戳。哦，我的哥哥，弟弟让你在这里补刀了吗？怎么这么卡呢？为什么会卡呀？哎，我操了，不行了，始终的电信区还是玩不了，下把不能打电信区了，下把换区。3400，这个塔拆了应该够3400了吧？我估计差不多。他不是60的聘，你没有看出来人儿，就是。跟屁没关系。我一会儿死了得重上一下。先下去把这寒冰杀了。对不起，死定了。不好意思，死定了。这寡妇都能500块钱呢，我天哪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我双峰我都没办法整。找一波永恩，我到了。来吧，大虫子，一口耳链，戳呀，飞尸了。下去找寒冰吧，看有没有跳弹啊？还找寒冰呢？跳弹 ，W 直接闪现，一口耳链平 A， 哎呦我。他也有闪，我不明白，一个寒冰带个彗星，跟我面前装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有什么好装的这玩意儿？
冲上！刚不卡，应该全杀了，影响我操作。这多流畅啊，他就得重上，不重上就不好使，就是卡，就得重上，然后那个点个那什么什么强制加速啊、哎、又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大虫子搁这干嘛呢，直接给大 Q 一走，人家躲他一手沉默，我直接 WAA 戳 A 一 Q 耳链平 AA， 我的哥哥，我的哥，我的哥，你打得过我，我的哥叫人，我的哥先来个破败，破败出完出啥呢，我暴击满了呀，暴击满了，我们也来无尽。这个是235的攻击力，啊，出二出这个吧。我们就无限带下其实就可以了，这个寒冰很明显啊，他有点不服输，他在一直带下路，我们只需要跟着寒冰带，然后把这寒冰杀了就可以了。他们一直在往我的剑上撞，拿了一个峡谷先锋，但是没啥用。我的哥，哦，我的哥，哦，我的妹儿，你也得死。来个大剑吧！哎，对面都死了，怎么上路还让人给推了呢？我守一波上路啊！把上路守一守，啥伤害呀？我15级，寡妇10级，你看看等级你就知道了。我15级，你说我能什么虚区？我的虚区肯定非常高。他们家双打野，那野区就一个人，一个人吃都不够吃呢，还俩人吃。
来，这一波下路一打三，我不说别的，注意看我的操作，睁大双眼，好吧？来，我的哥，一出耳链一过来 ，A 戳，戳一下，我拿你是我的双峰。W 先杀寒冰，平 A 戳 A 接中锋接大招，戳一下 A E， 再戳 E Q 耳链。我说了我要三杀，不可久留于一处。为什么他们家的人永远都能有这么多？死亡而已。拖一刀，一扣耳链，一过来，一过来，一扣耳链 ，A 戳，一过来，平 A 接戳 ，A 接闪。哼，兄弟们，我说实话，我的手都没跟上我的嘴，都没跟上。人确实是有点多，嘴都跟不上，不是嘴呀，手都跟不上，我的脑袋的操作行云流水，发现没有，手跟不上。出点什么呢？这无尽出完了，没啥出的了呀。出一件什么装备能非常的肉呢？出一个这个吧，先出一个锁子甲。这下路这二塔就始终就是拆不下来，他们就挨个死了，就是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守我，我们家都没把高地给推了，无限来四个，你们能不能打个大龙去？今天我就挑战挑战你们下路这几个人啊，来，我要打十个，没有小兵，我先杀我的哥，人有点多，再见。我戳中锋，怎么个事儿呢？这故事还没有完结。Killing spree, double kill。你看你们打我，把技能都交了，还找那天使呢。压没了啊，你们都得给我死，我戳，我杀疯了，
蟹手好一点，蟹手跟盾弓是一个属性。